好，那请这个梁怀伟工作室的梁怀伟上来表演。这个小孩两三年前就是紧张发抖的那种，真的成长得很快，真的非常快。那你说现在这年头，老板还得亲自上场，但他要养员工嘛。我们老板就上不了场了，只能派我们上。Swimming pool is an ocean. Diving in, catch like chosen. Let me 24K got you frozen. Yeah, 活在不一样的世界游进。Yeah, he be on the surface. Overhead, you love me, go make me nervous. 水里呼吸着，山中不属于我的翅膀。Lucifer, 别慌，这不是我的名字。No, no, he can solve the fish, but me and all around. Diamonds on me like a fresh out of water. I'm a ringer, really, really me. In what a thing like.I don't need no man, 绝不会干涸的我会还染色 fly on the water. I don't need no man, 绝不会干涸的我会还染色 Me and I'm flying water, romance, double fish. Me and I don't need no romance. I fly like a manta, I fly water, romance, double fish. Me and I don't need no romance. I don't need no romance.Flying water, solo mentor, double fish. 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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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all on me. I don't need no, I don't need no, I don't need no romance. Whoa, yeah. Double fish, 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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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all on me. I don't need no romance.老板就是不一样哈。嗯，你有什么要讲的吗？目前没有。请出前面两组，杨浩明的 SDI。哦，好，谢谢。就少了一些东西，多了一些东西。对。OK， 我们来公布一下你们的这个成绩。哎，这一排都不简单。你觉得这组有 A 吗？梁怀伟肯定是 A 吧，百分百 A 班了。进入新人班的没有。获得 B 等级的STF。杨志祥，谢谢老师。还有一个，盛世光年，杨浩明，谢谢老师。浩明 B， Why？ No。因为你已经很优秀了，你很难找到一个更厉害的突破点。而剩下的训练生。严老师 A， 梁怀伟了，都获得了 C 等级。谢谢老师。哦，小莲是多少 ？C。梁怀伟也是 C 吗？严老师 C。小莲，因为刚才结束了之后，我没有导师点评你的表演吧，因为我前面我们有聊过一段了，就感觉我俩一直在聊也不太好，所以我有问其他导师的意见。没关系，我觉得不管分数是怎么样，我想又跟你闲聊两句哈。对，你也经历了这个青春有你一嘛，你这次再回到这里，你自己是一个什么新的感受呢？
就是有一个比较强烈的感受吧，就是青衣结束的时候，当时我们就在舞台上互相祝福对方嘛，说希望之后大家都能在更大舞台上相见。但是后来才明白，就青衣的舞台可能是我们之间很多人能站上的最大的舞台了，所以这次能来到这里就是很开心，能够很纯粹的享受舞台吧，我觉得。你真的比以前成熟了好多，包括舞台，包括你对这个舞台的把控，包括你唱歌，你的跳舞真的都比以前的好，就稳了很多。能感觉到你这两三年经历了很多很多的东西，能看到你的成长。但你知道你跟他们缺少了什么吗？你的眼神跟他们的眼神是不一样的，他们每个人眼神就是告诉我他们拼了，就是那个状态。就但是你已经懂，你已经懂这个环节了，你懂我意思？就是作为一个过来的人，就是我觉得你应该更加的比之前还要更加的多投入，或者是你多去想要一些东西让我们看，对这个东西的渴望。对，所以就是有的时候就有得有失吧。真的好，谢谢我的老板。会努力的。加油林老师。那就请下台先休息。辛苦了，谢谢。好，辛苦了各位老师。林老师加油。眼神要拼，眼神一定要拼，特别是像你，眼神一定要拼，一定要拼命。青衣来的时候，我什么都没有嘛，衣服上的吊牌也不敢剪，因为穿完还要还回去，也付不起版权费。但这一次呢，感觉衣服也是服装师精心搭配的，也有钱可以付那个版权费，也选到自己喜欢的歌，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就感觉就是失去了一个很重要的东西，我感觉。我觉得可能人生就是这样子吧，就是你越过了一个难题，就会有新的一个难题过来，就感觉有种面对青春的无力感。就不就没光了，找回来不就行了吗？是不是？ iQiyi, strange name, amazing shows.